主席，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们这个锦鲤馆陈玉林女士和这个团体社团陶林参加我们这个第三届庆典大会，每座高安朱家军千军马上庆典圆满成功。
我们陆先给钱国给苏州公等等千金化大家是给钱富贵给我中国国给武功国给准会大人给钱以及苏州公等等无力天给必以国给还有兵啊越偶作谁等一下，苏州公等等，
也感谢我们在座各位常委、各位嘉宾、铁蛋的报纸，还有我们的五四海乐队，也感谢我们在座各位常委、各位，谢谢你们，谢谢。好的，现在有请我们长乐高安同乡会的职员入场，乐队奏乐。
个对你，第一位对你是龙化的精神，第二位对你是大吉火旦地，第三位对你就是财源滚进。我们大家再次用热烈掌声送给我们50个红包，谢谢 ，thank you。好，各位侨民，各位嘉宾，各位胡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向静文。我是今晚主持人陈产木。好，今天是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成立5周年暨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典礼庆典晚会，感谢各位嘉宾朋友们的大驾光临。在此我代表高安同乡会的各位同仁们向你们出席表示热烈的欢迎，以及最最衷心的感谢。谢谢您光临。好，美丽的鲜花铺满了海域的大酒，舒心的美酒迎来的释放的宾客，灿烂灯光照亮我们隆重的宴会，缤纷的彩带飘出喜庆的良宵。好的，那么在此呢，我隆重的宣布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第三届职员就职典礼现在开始，请全体
将用自来水建设，我们会捐助3万美元租出家乡进行自来水改造工程建设。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本会在网龄龄网修班鲁新光、鲁建华、王一峰等人协助下，先后寄回3批口罩，足有家乡防疫防控。为了打赢防疫防控疫情下做出了历史冷静的贡献，也尽量作为一个海外乡村求暖的责任所担当。美国高安统项目一向助力侨暖和解发展，连续多年参与美国福建统项目举办的纪念香港回归和庆祝祖国国庆的大型活动。曼哈顿街头曾经落下我们强烈抗议台独分子蔡英文和廖清德创访美国的深深印记。我们以实际行动捍卫着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速速证明美国高安统项目是中山深处的一种罕见东风树草气蓬勃的一股爱国力量。击鼓吹针往街头奋烈扬帆起新程，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3届新资源进行典礼，意味着美国高安统项目将走向一个新的时代，迈进了一个新征程。我们要实现和解办公共同发展的目标，就要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只要团结才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只有团结才能无往不胜，只有团结才能保证富桥筑桥树业的顺利进行。我恳切期望高安乡亲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绵绵愿力久久为功，共同搭建好同样为这个联谊平台，发挥好连接家乡的桥梁和携带作用，为推进中美友好、维护乡亲权益、促进社区繁荣做出新的贡献。最后，曾经祝愿各位朋友、各位嘉宾、各位乡亲身体健康，国家幸福，树叶腾飞，吉平安吉祥。在这里，我特别感谢竹林馆协理理事赵新军理事的到来给我会指导，谢谢，谢谢大家。我们的主席讲得好不好啊？是的，他不但讲得好，他的文笔也是一流的。那么我们高安同乡会虽然说是第一次举行这么庞大的庆典晚会，但是成立5年来，我们的主席呢其实一直都活跃在我们的社区啊，在座的各位侨领对他也是非常的熟悉的啊，每次我们有大型的活动都有看到他的身影，确实是这样子。那么他能够赢得乡亲们的
的赞誉和我们社区的赞誉呢，跟他的付出是分不开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请在座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再一次让掌声送给他，荣任我们第三届的主席。好的，非常的感谢。那么今晚呢，也很荣幸我们邀请到了中领馆的两位领事，那么一位是邢玉林领事，另外一位呢也是经常看到的许昭辉领事，两位来到我们的晚会现场，先给他们两位来点掌声好吗？好，感谢他们的大驾光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邢玉林领事上台来致贺词，有请。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的全体会员们，在座的各位侨领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跟我的同事许昭辉领事非常荣幸受邀参加咱们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的这个大好日子。在此呢，我们俩也是代表纽约总领馆，代表黄平总领事向王卓官主席还有咱们会的全体会员们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那我在前期呢跟这个王卓官主席沟通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突出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很感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到王卓官主席这个年龄，可能正是就是应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时候了。但是王主席呢还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热心，有干劲，整个人呀就看起来也是精神矍铄。尤其是刚刚咱们主持人说的这个王主席的文笔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很有文采。我听完之后呢确实深受感动。那我也相信呢，在王卓官主席的带领之下，在咱们同乡会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肯定我们会呢会越办越好。就像主席刚刚说的，团结就是力量，我相信咱们也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的呢为团结服务，在美国在纽约的福建的乡亲们，为这个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去发挥咱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最后呢，我想说的是，有王主席这样的老前辈保驾护航，但是呢，也更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一些年轻的力量加入到咱们这个同乡会的队伍中来。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王主席还有咱们同乡会的这些老前辈们能够发挥这个传帮带的作用啊，去把咱们的这个经验、咱们的智慧多多的分享给年轻一代的这个福建的优秀的年轻人们，然后呢，更多的为咱们侨团未来的这个发展去贡献智慧、贡献力量。最后呢，我也祝同乡会今天的这个活动圆满顺利举办。祝在座的所有的侨胞们、乡亲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也非常熟悉的法官温蒂啊，我们接下来也请他上来给我们讲两句好吗？来，朋友们掌声有请温蒂。谢谢咱们的美女主持人。我姓李，叫李昌友，我是大陆的四川人，在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呢，到了美国来念书，去了哈佛和牛津大学，现在呢是在咱们纽约市的民事诉讼法庭做法官。明年的 OK， 我们主播经理尽量我们那个参与大学吧。明年呢，2024年呢，我将参选皇后区的财产遗产法院法官，希望大家呢能够踊跃的去登记、去选、去做选票，因为我们成了公民以后，都希望去能够注册、去有投票权。然后明年呢，咱们那个初选是在6月份，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注册成为选民。然后呢，在2月份的时候，我们签联署的签名，然后6月份的时候投票。我的志愿者呢，今天拿了一些选民注册登记的表格。如果您已经是公民，还没有注
册犬名的，我的义工呢可以把这个注册表给您，大家可以填好了，我的义工呢可以收上来交回去，交到那个选民登记处去。好，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我们社区的活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接下来邀请美国福建同乡会李玉官大主席下来致辞，大家用热情的掌声邀请一下。高安乡亲们，朝里们，朋友们，来宾们，大家晚上好。陈林进南，当地桃乡，在这美丽的晚秋时节，我非常高兴和大家相聚一起，共同庆祝美国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暨第三届就职新资源就职典礼联欢晚会，让我代表美国福建同乡会柳爱华主席及全体同仁向美国高安同乡会表示热烈的敬祝，深情祝福，预祝今晚庆典活动圆满成功。今年80岁出头的王秋官喜乐继续发光，在点亮高安同乡会时，也照亮整个福建社团，他不仅仅造福高安乡亲，而且也为推进中美友好、推护互相、维护乡亲权益、构建和谐社朝着做出重要的贡献。黄秋官主席是我的好兄长、好老师，在长期社团活动中，他对我影响至深，大是大非面前也总是正能量满满，那正是无私的超人性格和热情奉献可贵的精神，为民间草草树立良好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和尊重。我相信美国高安同乡会在黄秋官主席继续带领下，必须开创出一番新局面，推进护潮筑潮事业更新发展的进步。在这里诚挚的祝福美国高安同乡会明天更好，祝高安乡亲各位来宾平安幸福、事业发达，谢谢大家。我们继续邀请出的是来自王沈之文化研究会王瑞银主任上台来致辞，来，朋友们掌声有请。尊敬的王秋官主席、习近平领事、许家辉领事，尊敬的高安乡亲、政界领袖、社区常委、朋友们、来宾们，大家晚上好。秋高气爽，秋风万里，秋光美，菊艳晴浓，菊韵千种，菊酒香，在这最美丽的深秋时节，我非常努力应邀参加庆祝美国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暨第三届新职友就职典礼联欢晚会，以及庆祝高安景施将军千军瓦大。在这里我仅代表美国王沈之文化研究会
全体同仁向高安同乡会这里热烈的祝贺，同时向旅美高安乡亲致以深情的祝福，并祝今晚的庆典盛会圆满成功。美国王省之文化研究会王室之友卓大多数与高安王室乡亲统治民国王省之后裔统根同源血脉相承，我们土木先祖湖的同江民管之光传承了先祖铸建伟业的雄心壮志，弘扬着民管开疆拓土的拼搏精神，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根共同的脉，志在弘扬此根四海传奇。美国高安同乡会成立以来，在晚筹班主席建立和弘扬先祖王省之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努力为乡亲做好事办实事结难事，得到高安乡亲和巧界人士的高度教育和认可。今年晚筹班主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继续引领美国高安同乡会奋进新的精神，为推进中美友好维护乡亲诚意构建和谐场势正立新功。他不仅用实际行动将王省之的优势委托发扬光大，而且以实际证明民管主身是有作为的、有担当的，不愧是民管万族的英雄后代。王省之委托与根亲委托紧密相连，底蕴深厚，努力的种植情怀，就像那烈酒一样，在异国他乡显得愈发浓烈，学同于水，有着更不断的相连。我们时刻都在共享着美国高安同乡会的发展成果，希望贵会在王筹班主席的带领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会用此次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兄弟同心，起立端机，让贵我两会携手向前行，共创新时代。此次庆典晚会，我诚挚的祝愿美国高安同乡会欣欣向荣，红土大奖，祝愿高安乡亲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事业发达，谢谢，谢谢你们。OK， 特别感谢咱们晚会主任精彩的支持。OK， 好，接下来请美国福建杉杉会馆正总和代主席致辞，大家热烈请立，掌声有请下。尊敬的王筹班主席、中联馆石玉林理事、徐理事、高安乡亲、各位侨民朋友们、来宾们，大家晚上好。在这美丽的晚秋时节，我非常欣喜应邀参加庆祝美国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及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代表美国福建杉杉会馆潘博文主席及全体同仁向高安乡亲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情的祝愿，同时祝今晚的庆典盛会圆满成功。美国高安同乡会成立以来，秉持立会为侨的宗旨，团结乡亲，守望相助，最大限度地把爱国爱乡的热情发挥起来，得到纽约侨界的高度肯定。今年82岁的高龄王筹班主席
是我心目中分量最有分量最受尊敬的一名强者，一位自由，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这里我衷心祝愿美国高帮同乡会会武强盛，欣欣向荣，祝愿各位朋友各位嘉宾身体健康，吉祥如意，谢谢。感谢我们郑正和戴主席精彩的致辞。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出的是来自美国福建会馆林立峰戴主席上台来致辞。来，朋友们，一样的掌声，有请。尊敬的高安同乡会王卓冠主席。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许玉林女士、王超夫女士，还有我们李法官，各位侨领、各位嘉宾、保安的父老乡亲，大家晚上好。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这秋色入冬、晴朗丰收的季节，在这神明保佑、大快人心的气氛中，今天我很荣幸地来参加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暨第三届的新职员就职典礼，以及高安请的苏将军、华大主席与全体同仁向今晚的盛典表示热烈的祝贺，谢谢大家。高安同乡会在我们社区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强大团队，他们为了我们中美建交、社区活动，还有我们家乡建设，都做了不少的努力。我相信，今后有王卓冠主席的带领下，会务会更上一层楼，明天会更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精神百倍，月月喜气洋洋，年年财源广进，岁岁平安吉祥。谢谢。会长，记者大使。大家好，接下来是我们省都的特地邀请卢玉清小姐上台，省都我们中美两国的特地，掌声邀请一下。尊敬的父老乡亲，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今天能在此与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国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庆典。接下来将由我来为大家诵读来自各地对我们此次活动的贺信。首先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贺函。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新闻会会将举办成立五周年暨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庆典，谨致以诚挚祝贺。长期以来，会会在团结鼓舞闽籍侨胞、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诚望会会继续坚持爱国爱乡的宗旨，不忘初心，再接再厉，为服务在美侨胞、构建和谐侨社、增进中美友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侨胞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2023年11月3日致。福建联合会的贺信。尊敬的美国高安同乡会，喜闻会会将举办美国高安同乡会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庆典活动，在此我谨代表英国苏格兰福建联合会及慈善基金会祝贺会会此次活动圆满举行。美国高安同乡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为美国的华侨华人谋福祉，凝聚华人力量，树立华人形象，在促进中美商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华人侨社的榜样，也是华人侨界社团的开拓力量，值得各国华人侨界学习发扬。苏格兰福建联合会会长卢云飞，2023年10月27日致。接下来是来自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后安村村民委员会。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新兴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暨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典礼隆重召开，
长乐区环城街道后湾村村民委员会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多年来情系桑梓、心系家乡的各位老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亲切的问候。长乐高安同乡会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联络和团结了一大批在美的高安儿女，共同出谋献计、牵线搭桥，表现出了拳拳赤子心、浓浓乡子情，为支持家乡的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的、富有成就的贡献，同时也在促进会员间信息交流、增进乡情乡谊等方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获得乡亲们的广泛赞誉。预祝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暨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典礼取得圆满成功，祝在美老乡健康、幸福、平安、快乐。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环城街道后湾村村民委员会2023年11月1日止。最后一封是来自福州市长乐区环城街道后湾村高安老年协会。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新闻：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及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典礼隆重召开，高安老年协会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相信在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领导团队的努力和推动下，高安在美乡亲更加团结、更具活力、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预祝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暨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典礼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乡亲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福州市长乐区环城街道后湾村高安老年协会2023年11月1日致。手持这几封沉甸甸的祝福，很高兴看到我们家乡的同胞能够在美国有这么好的发展，作为晚辈我也在此庆贺此次活动圆满举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谢谢。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领导、亲爱的乡亲父老们，晚上好。很荣幸今天受邀在此宣读有关相关部门和组织发来的贺信。首先是福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贺电，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新西贵会将于2023年11月7日举行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暨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联欢晚会，特此致电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到会的全体嘉宾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归会自成立以来，秉承创会宗旨，爱国爱乡，凝心聚力，在广泛团结海内外乡亲，促进中美两国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诚望会我两会加强联系，扩大合作，增进友谊，共谋发展，为助力建设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做贡献。预祝活动圆满成功，福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2023年11月3日贺。接下来是由福州市长乐区归国华侨联合会贺信。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新闻会会将于2023年11月7日举行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成立五周年暨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联欢晚会，谨向会会表示热烈的祝贺。会会自成立以来，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支持家乡经济建设，促进中美两国沟通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衷心希望会会继续发扬吴杭儿女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团结凝聚女美乡亲，为祖国和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多做贡献。预祝典礼取得圆满成功，祝愿会会全体成员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福州市长乐区归国华侨联合会2023年11月6日贺。接下来是由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
侨务办公室福州市长乐区海外联谊会贺信，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西溪贵会将于2023年11月7日举办美国长乐高安同乡会成立5周年暨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谨此表示热烈祝贺。贵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凝聚乡亲、服务乡亲的宗旨，秉承爱国爱乡的精神，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望贵会秉持创会初心，团结和凝聚在美乡亲，不断开拓进展，积极宣传长乐发展成果，参与家乡各项建设事业，为助推家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预祝贵会成立5周年暨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典礼取得圆满成功，祝贵会会务繁忙昌盛，蒸蒸日上。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州市长乐区海外联谊会，2023年11月6日贺，谢谢大家。高安同乡会，请大家留住片刻，不要急着离开位置上，不要急着离开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时间还短，请几名主席做好准备啊，给我们高安同乡会送他的牌匾。就算时间还短啊，谢谢很光临的成就。美国高安同乡会成立5周年暨第三届新职员就职典礼之际，请问各位欢聚一堂，在海悦大酒楼庆祝美国高安同乡会庆典盛况，我怀着无比感激心情向大家表达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美好的祝福。父老乡亲是高安同乡会的坚强后盾，老氏薪资同根并茂是高安人的前进动力。感谢兄弟社团和朋友赠送的军乐团及礼物，我在此仅代表美国高安同乡会全体同仁向出席
今晚庆典活动的领导、嘉宾、朋友、乡亲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祝大家身体健康，大爱无疆，福寿无疆，衷心祝愿高安村明天更辉煌，谢谢大家。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理事长的精彩的那些欢迎词。高安同乡会，会睦昌盛，蒸蒸日上，干杯！好，这第二杯酒，恭祝我们中美友谊世代长存，祝愿我们伟大的祖籍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干杯！好，第三杯酒，恭祝我们。苏将军的那个神蛋啊，神蛋，我们叫千秋华蛋，也愿他庇佑我们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愿我们行好运，发大财，做生意的红红火火，干杯！好的。如果心爱的心痛，不爱的老松。
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超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向前闯。
跨波浪波浪波浪，一步步向前闯，透过你的肩膀看到了光，两给浪几杠几杠几杠，去擦撞小梦想。生飞，东风轻轻吹。